EMHA， 让你梦想起飞，耶、yeah! ！我们会把理论放到实务里面，而不是让它只讲理论或只讲实务。更重要的一点，透过同学之间不同的背景、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经验，激发出来的这个智慧的火花，非常有助于对政策、对实务、对管理的了解，以及新的方案能够被激荡出来。这个在学习里面，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建管所所长钟国标。我们的老师来自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、哈佛大学，那这些人都学有专精，同时呢不单单在学识方面的丰富，他们有非常多元的这个历练的这个实务的经验。我们特别会谈到一个公共卫生的一个宏观，好，特别是公共卫生师通过以后呢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啊。所以你不单单是可以从我们建管所的十多位老师、专家老师以外，公共卫生学院里面的六十多位的师资的这些课程，也会在适当的过程跟机会当中进入啊。所以我们有好的师资，我们有好的课程，欢迎来这边接受所谓的挑战。台大 EMHA 欢迎您的加入。医疗大数据跟智慧医疗是你加入工位的一个踏脚石。我是鸿海副总包思慈，我在台大 EMHA。想要提升你自己的知识含金量，把自己打造成 2.0， 台大 EMHA 是你最佳的选择。我是管理顾问杨清荣，我在台大 EMHA。想认识公共卫生领域顶尖的专家学者及各行各业优秀的精英，欢迎加入台大 EMHA。 我是台大医院行政主管李美美，我在台大 EMHA。 台大 EMHA 有全台最优秀的师资，多元跨领域的专业伙伴，可以让您激发不同的火花。我是物理治疗师陈义豪，我在台大 EMHA。 我在台大 EMHA 找到理论基础的对应，我的视野也从 micro 到 macro。 我是冯东平 Fresenius Medical Care 在台湾地区的总经理，我在台大 EMHA。 想要在健康领域提升自我的你绝对不能错过，我是外商医疗公司产品副理崔传卓，我在台大 EMHA。 在你过去一段时间啊，你可能已经学到一些让你成功的一些方法，可是你要注意到这些方法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一些盲点，让你没办法再突破。来参加我们这个课程啊，你透过其他同学还有老师的这个作业啊，会让你看到说原来我还不止这样子，我还就可以做得更好。那一起我们好多同学一起来，让你的这个知识跟能力啊能够再往上再提升啊，相信对你的人生还有对你的生活啊生命啊都很有帮助的，欢迎你来报考。台大 EMHA 给我开了一个新的视窗，让我飞得更远，跳得更高。我是台中荣民总医院品质管理中心主任刘时安，我在台大 EMHA。 在台大 EMHA 的殿堂有最顶尖的师资，让您在大健康产业一手掌握趋势与先机。我是新闻主播徐云翔，我在台大 EMHA。 一流的师资，一流的伙伴，等一个一流的你。我是立本台湾会计师事务所柯俊龙会计师，我在台大 EMHA。 指的材料科学与循环经济要如何结合健康与管理，到台大 EMHA 就可以找到冠专跨领域的答案。我是永丰鱼投控公共事务室经理张雅慧，我在台大 EMHA 等你。台湾的紧急医疗会帮大家守住第一线，台大 EMHA 则会让你看见全世界。我是台北荣总急诊部医师陈春庭，我在台大 EMHA。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健康管理研究所 EMHA 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，不管你来自哪一个产业，你都可以在这边学到你所想要的东西；不管你来自哪一个阶层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发掘你人生新的意义、新的方向。科技产业常常讲一句话，说医疗的产业水太深了，他们很难开进来。那如果呢，你们想把这个水变浅，就请您来到台大 EMHA， 给未来多一份惊喜。台大 EMHA 让您不虚此行。我是法国施维尔药厂药事法规经理高雅芝，我在台大 EMHA。 掌握公共卫生与国家健康政策的脉动，我是细子卫生所主任徐国佑，
我在台大 EMHA。台大 EMHA 的学术专业人脉资源是金钱也买不到的保障。我是贝利嘉国际营运总监郑环宇，我在台大 EMHA。台大 EMHA 是我梦寐以求的选择，相信您也是。我是健康科技新创顾问杨思辉，我在台大 EMHA。Let's go!